泉水困蛟龙，心中好似烈火焚。但初订婚也凭过媒证，你想退婚办不能。先知不必心哪、啊。
难，日里夫两相争，不愿退婚，怕只怕好姻缘要成好这是做什么？这野井更是你死日花园做什么来了？银子放在哪里着？这银子是啊，银子冯安跟我搜。且慢，不用搜，银子在此。老爷你看着我偷许多银子住口，向我李道廷人穷之告，你们不要血口喷人，这银子是哪里来的？是什么偷了人家银子还上敌来呀？老爷有赃有证，你怎么还不发落啊？带下去送官。
九碗。苦劳啊，苦劳！想必是鬼魂不成身妒忌，无我为大没良心，偏偏爱抚你真可耻。七旬决意枉多时局，人面兽心你还着急。你住口，拉下去。孩子啊，问起人家野汉子来着，还是名门千金呢，就不怕脸红啊？不要你管，都是。你凤儿家早就结亲，我是怎能不问？爹爹，你倒是讲啊！哎，儿啊，小弟里招听那个小曲生，他乃是个无赖呀，为父一暗律将他送官流办去了。金个肚皮，鸟心个毛衣，你还提他之身，儿的婚事为父与你另选豪门了。你爹爹已将你许给刘大人的五公子了。嘿，就是我的一表哥哥。爹爹，你哎，这是为你好嘛？现在母已成舟，刘府你是家丁了。爹爹，爹爹呀！看他把你这个老头子还放在眼里啊。爹爹，你为父之意一定，我两力不敢不依。小姐
心思上啊啊山春光啊，春风快走吧。带我来扶你，前面就是县城渡口，到他那里我们就可以乘船了。哦，相公请了。什么事啊？哎，请问到冯家庄走哪条路而去？我们这里有上冯家庄、下冯家庄、大冯家庄，还有小冯家庄呢，不知你要往哪一个冯家庄呢？我到冯寻亲冯老爷的府上去。你顺着我的手瞧，朝东再往南。哦，多谢了。哎，回来。你从哪里来赴活人所差？从京中而来奉刘大人所差。夫人，刘大人下来评理，又要我即日送亲进京，这便怎办？你休是一封，就是苏贞卧病在床，婚期难定嘛。哎，事到如今，也只好如此了。只是不知宋正儿近在哪里？我们派人到去寻找。恐怕找不到啊。
是从中办好此事啊。少不得要加官进爵，把父兄俺求见，快快有心。是。张少敏回朝来了。学生拜见恩师大人。一路劳累，不要拜了。哪有不拜之礼？问恩师大人，学生一路之上闻得金科状元名叫李兆廷，但不知他是哪里人士。哦，你问哪李兆廷么？是啊。哦，他是河南人士。他真是河南人士？是河南人士。哦，贤妻，那李兆廷不但是才高不斗，而且茂盛胖安，万岁一见龙心大喜，还夸赞老夫我的眼力不差呀。哦，贤妻，你莫非与李兆廷相识？恩师大人，人之下向俺接旨。Thank you.
人到，是不是要你回去通报吴公子拜堂成亲了？这倒要仔细了。有请。是。有请。老大人。状元公。不知恩赐驾到，未曾愿迎，还万事罪。老夫我冒昧来访，状元公莫怪呀。岂敢，请。老大人，为何发笑？状元公，你哪里知道？那日在科场之中，粗度风采，见你容貌举止与众不同，老夫我大吃一惊。今日仔细一看呐，果然是貌赛判案呐！取笑了，才貌双全，果之栋梁也。老大人过奖了，莫怪万岁龙心大喜，就是老夫我也高兴得很呐。老大喜来了，恭喜少年得知名扬天下，状元及第虽不夸，如今是美满愿天作伴，这才是今上从何说起？虽有意招驸马，暗中你文才出众，相貌不差，今日也许陪你吃肉在帝王家，你说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啊！大人，学生赤身奔为下，怎堪匹配帝王家？王乔大人父。这是圣上恩宠，人家还求之不得。万岁恩赐，老大人的栽培我时时感激不尽。哎，对呀对呀，只是这婚姻之事莫只有是难从命了。却是何故？我在反映我无事放肆，是个有妻子的人了。这就不对了，在群里面上，万岁问你可曾娶过妻室，你是尚未娶妻，怎么如今又有了妻室了？状元公，你不要借故推脱，因为了这门亲事，老夫我还要讨一杯喜酒喝喝呀。老大人，此事是死不得的。状元公，你就是不看老夫我做法之情，你可知道这是生命难违呀？生命？是啊，生命。哎呦，刘大人，我家庄员工他是
出去。老大人，此事是万万死不得的。李道廷听旨。万岁！万岁有旨，命李道廷进宫，不得有误。我要告辞了。啊，老大人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状元公下官拜访来迟，上晚多多原谅。张大人是哪里话来？小弟你因登门拜访，和老大人家里岂敢起。他明明是我家兄长。哎，我看一下，不过他上有没有脸盘呢？他不是我的妹婿，又好是面善。张大人，请。哦，请。状元公，少年登科，可惜。哦吼！全掌皇家恩典，小弟有何得能？请问状元公府居哪里？原籍河南，籍址襄阳。请问大人？下官原籍也是湖广襄阳人士。怎么，大人也是湖广襄阳人士？如此说来，我们是同乡了。是啊。我们是同乡啊。啊啊啊啊请问请讲。请问状元公府上几时迁居襄阳的？为时已久了，但不知大人是几时离开元郡的？下官离开家乡算来已有三年了。哦，三年。请问，请讲。张大人，小弟有一事请问。请讲。襄阳为冯顺清老先生，大人可认识？那冯老先生之女？冯守贞。是啊。那冯老先生之子冯少仪，你啊，你我兄长，你怎么连苏贞妹妹你都认不出来了？你是守贞？是我嘛。哎呀，先妹，你不在闺中辞绣，女扮男装，顶替李兆廷性命来到京城，却是为何？兄长啊，
姓江。万岁有旨，要召我新科状元做驸马呢。万岁要召你做驸马？是啊。哎呀，你这场祸啊，就传大了啊！这是这边如何是好？兄长，你替我想个主意吧。玉兄身为八府巡按，倒也断了不少疑难案件，只是你这一时，难道是这个女驸马我就做定了不成？大少爷，你快想个主意啊！这兄长啊，小妹此去，倘有不测，只求兄长就是我那苦命的女郎。臣知晓。万岁有旨，命驸马爷即刻进宫，不得有误。是便不能安睡，公主贤妻如此。
谢安心。是是是，本姑母随后就来。
人心乱纷纷，花枝枝叶不公真，公主怎不起心？倘若识破女儿身，方为我救郎一片心。Thank you.
是为忠烈难保你不免受朕就苦一片心君王传圣旨，不是刘大人做媒人。寿贞纵有天大胆，也不敢冒昧进宫门。真情实话对你讲，望求公主细思忖。公主若能将我许我用，誓不忘你的劝起眉之计，那你就快快讲来。公子，我还跪着你。起来。下雨，地下无媒不成婚，少时公主驸马还要谢你这个大美女，不敢当啊，不敢当啊！公主驸马见驾，公主千岁，平身。见父王，皇儿平身。
前谢过。不敢当啊，不敢当啊。刘大人，你是月老红梅，又是恩师大人，理当要谢。哎呀呀，这啥老臣了？哈哈哈哈哈！啊，万岁！臣母圣恩，连见于考，老臣我天下举子见过了千千万万，从没有见过像驸马这样不朽多才，真是皇家的栋梁，是我织的功夫，是公主的如意郎君，愿公主驸马你二人白头偕老。多谢刘大人。父啊，刘大人果然眼力不差，驸马不但博学多才，还是个有趣的人儿。怎见得？昨夜驸马与儿谈经论古，说出来的奇闻异事，都是儿臣我从未听过。驸马有什么样的奇闻异事，顺古往我一听。这奇闻异事我……驸马，你就请讲吧，老臣我也要长长见识啊。驸马，有儿臣到来。好，你就讲吧。驸马用兵。嫌贫爱富之人，岂有此理？真是岂有此理！要是出在我朝啊，定要将他按律治罪。这女子又是怎样呢？是啊，那女子又是怎样啊？小啊，是啊，我想他一定是吃了凶心虎胆呐！啊，父王，并非这女子胆量包天，这也是四尺无赖哟。这一女子，
他得中了没有啊？状元世间少有，以古看来，子女之才却是难得啦，难得呀，难得。驸马，这女子中了状元之后呢？是指望高家归乡救公子，谁知惹下了大祸根。莫非露出了破绽不成？非也。只因他貌似旁人人爱，荒山里间喜在心。那个皇帝又是怎样呢？了啊，真是太糟了啊，那个皇帝也太糊涂了，那个媒人啊也是有眼无珠啊。这一女子她答应了没有啊？有道是君命不可违，像话了。哎，太不像话了，堂堂帝王之家竟然招来一个女驸马，也未免太荒唐了。哎，那皇家原不知她是一个女子啊，以故看来，这个美人啊少不得要问他一个视察之罪。对呀，难道是这个美人他也下了眼睛不成？想不到世间之上真的有这些奇闻异事。以父王看来，这一女子为人如何？以父王我看来么？不安。算得，不但是一女，还是个才女呢。皇儿说的倒还有理呀、有理呀、有理。本来有理嘛。皇儿，如此的一女才女，但不知出在哪朝啊？驸马，要是出在我朝，便怎么样呢？要是出在我朝吗？是啊。
夫妻分领好，封他一女八名皇儿，驸马这是何意呀？他就是父王跟我找的那个女驸马。啊，驸马就是驸马，怎么说是女驸马呢？大万岁，她果然是个女的呀！啊，她真是一个女子。爹，你不错呀。大胆的刁妇扰乱宫廷，你该当何罪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民女冯素贞。你就是冯顺清的女儿，名叫冯素贞吗？真是。你是怎么认识她的呀？这冯素贞莫来问你，你不讲你是配哪家豪门？就是这位牛大人的五公子。此事怎么又牵连到你的头上来了？你不是卧病在床吗？你是怎么知道他卧病在床呢？都是牛大人听我说的好没？哎，是啊，都是你给孤王我找来这样一个女驸马。哎呀，万岁，老臣我瞎了狗眼，实有失察之罪。只是这冯素贞女扮男装，欺君犯上，罪在不赦。赵啊，大胆的冯素贞欺侮太甚，哪里用得五四门？有，快去午门斩首。且慢，万岁，你曾亲口将我许，你曾亲口将我破，我今一次传民间，怕你是心天下人。万岁，有道是君无戏言。这万岁，我这个驸马人人皆知，若是将我斩首，公职岂不要终身守寡？王就是将他射了，他乃是一个女驸马，怎能伴儿终身呐、啊？胆大的冯素贞，出言犯上，罪加一等。待下去，我是三刻问斩。这如何是好？公子，你怎么将我昨晚对你所说的话都忘坏了么？哎呀，父王，你杀他不得，杀他不得！怎么杀不得你？哎呀，父王，天下人都知道，昨日皇家召了驸马，如今杀他，却是为了招来的驸马是个女子，岂不让人取笑么？这驸马，我们皇家的体统要紧喏。这，哎呀，如今这舍又舍不得，这杀嘛又杀他不得，这如何是好啊？万岁，老臣倒有个愚见呐。刘庆有何妙计，快快地讲来。万岁，臣闻是谁李兆庆才貌显过冯素贞，老臣起到襄阳府将他悄悄带进宫。
不愁上担，让他红头穿上身，插上宫花系带，岂不是堂堂一个状元公？皇家召他为驸马，垂垂大当。大大宋是在洞房中，共治终身配佳偶，万岁有的栋梁臣呐！那冯素贞呢？哎，是啊，这冯素贞呢？万岁，冯素贞饶他不死，将他幽禁终身，这样一来，金科状元东窗驸马仍然是李兆廷，这场风波外人是不会知道的呀。你这个主意倒还不错。哎呀，驸马，死不得，死不得！怎么又死不得呢？那李兆廷已是有了妻室的人了，将他召为驸马，岂不又是皇家体统？驸马，这是万万死不得的。哎呀，万岁！哎，刘大人，你怎么想得出这样的好主意、好妙计？你好良心喏！哎，是啊，你怎么就想不出来一个好主意呢？老臣愚昧，老臣愚昧呀！驸马，儿臣倒有过两全其美之计。皇儿，你有什么妙主意？那冯素贞原是贤德之人，驸马何不将他收为义女，再将李兆廷放出，顶他状元之名，成全他夫妻姻缘，岂不也算得公主丈夫麻木？真是好主意，好妙计！要父王我收他作为义女。父王，这是两全其美之计，别无良策。哎，这是从哪里说起呀？好好好，雷师，哎，传旨向冯素贞社会带来禁锢令旨。啊，皇儿，你的终身呢？儿的终身，凭父王做主。万岁，到那时公主就可以领召驸马了。哦，冯素贞见驾。参见万岁。冯素贞是顾念你舅父一片真心，使你无罪，并封你为结义公主。还不快快谢恩，谢父王，皇姐请起。启奏万岁，八府巡按詹绍敏请罪来了。这是为何？启奏父王，詹绍敏乃是儿臣的兄长。张绍敏怎么是你的兄长？他原名冯绍义，被继母所害，流落在外，故而改名唤醒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宣他觐见。张绍敏觐见。张绍敏再改万岁。你身犯何罪呀？小美年幼无知，女扮男装欺君犯山，
罪在微臣，请万岁发落。是你无罪。万万岁。兄长，多蒙公职相救，万岁寻我无罪了。臣谢万岁，睡眠小美之恶，平身赐座，谢万岁。兄长，快来谢过公职。臣谢公职千岁，平身。万岁，不是老臣我又要多嘴了啊。哦，万岁，你看这天科的状元，内清不朽美容貌，满腹经纶文才高，天下君子我见多少，只有他才算得当今好啊。万岁当年夸过他，只因为那一届公职未成年，不便把美报，因此尚不曾把驸马来告啊。哇，我倒也想起来了。万岁，臣们奉诏令尚未娶妻，要是这样一来，真是两全其美。万岁，老臣我这杯喜酒是喝定了啊。皇儿，万岁，公子他答应了啊。刘青，你再不要给孤王我找来一个女驸马咯。万岁，老臣以全家的性命担保啊。洪少英请旨，臣孤王召你为东床驸马，谢之隆恩。等你召听进京，同心大礼，万万岁。万岁，这真是两全其美了。哎呀呀，还什么两全其美，死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。